大家好。嗨。我是蛮大声的。为什么选台湾？我就不会分享太多细节，但是我爸认识阿拉丁，然后就跟他借了地毯，然后就飞过来。我爸妈他们1986年就是 martial law， 1987，那就知道他们就我爸是做贸易，他就接了一个工作去南韩，然后就带我妈妈到台北，那个时候我姐姐也在，然后他就去了南韩一两个礼拜，回来到台北，发现他不想要接那个工作，然后就他们两个就决定住在台北。然后几年之后我就出生了，所以我没有什么选择。应该要问我爸妈。是真正的在台湾出生的。对，我就是其实可以坐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就是分享，是一个蛮大的荣幸。因为 Peter 然后他们的公司就是法律公司，然后朱平老师他们都有进行 For 台湾，提早人家也有提到，他们付出的努力，的结果，之后的结果，我才有我现在的居留证，然后居留证的名称就是土生土长，所以就很感谢。对，我就是在台北出生，然后很多人就会问不可能，然后我就说对啊，就是在东区，你要我详细跟你讲，就是中下东哪一段，然后哪一个医院，也可以一起分享，我现在就不记得了。对，我就小时候，然后我爸就那个时候，我爸妈有常常吵架，因为我姐姐她是比我大7年，那她中文能力她就没有就是受到台湾的教育，然后我妈妈的想法是，我们是印度人，应该要保持我们就是一些习俗啊，然后一种态度，然后教她印度话什么的。那我爸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自己的生意，然后他中文自己学了，台语也学了，然后他那个时候会讲八个语言，所以就对 ，like he's real。然后，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说，我一定要派我儿子去上国立小学。那我妈当然就一直反抗。所以最后我爸就跟我说，我差不多5岁，他就说你有一天会感谢我。我是就15年之后，我有感谢他。那我就是被派去天母国小，然后那个时候天母国小老师常常打人，然后也有罚站，所以我都跟你一样很熟悉了。但是就需要转到雨生国小，在阳明医院那边。所以我好像也是台湾第一个，他们跟我讲，我觉得有没有查过，好像是台湾第一个印度人上国立小学。所以他们看我的时候就说，你不是原住民，你是什么人？所以就常开玩笑说什么外星人啊，开玩笑，就这样。OK， Reverend， 你现在在这个地方，你可以跟我们讲，你为什么在那么早，然后接触这个，然后你自己对 Reverend 的想法，在 Reverend 里面你学到些什么东西，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对，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对于红房有没有熟悉，但是创始者有2位，然后其中也是我姐姐，另外一个就是朱平老师。那我17岁的时候高中毕业就开始工作，然后我有受伤，所以没办法马上上大学。那个时候钱也不够多，所以就决定要去开始赚一点嘛。然后Holly也有提到，就是你有那种态度的时候，你什么工作都试着抓。所以我那个时候17到18，好像同时有5个不同的工作在台北，所以就没有常常睡觉，就是 on the move。那还好台北的捷运那么方便，所以到处可以跑。然后不管多么忙，就是我有参与各行各业，但是不管多么忙，我每个月有抽时间去自愿在一个小社群，他们每个月就是会举办一个活动，然后创出一个平台，允许任何人可以来分享一首诗啊，或是故事、舞蹈，然后都是中英文、印度话、日文都可以来，用不同的语言、不同的沟通方式来表达，所以每个月去参与，就认识很多人交流，然后又学了很多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姐姐跟你一起，跟台北市的很多艺术家创出的那个平台，就叫红房。那个快9年前的事情，所以高一还高二的时候，没有，我才刚毕业，刚毕业，刚毕业还不到2个月，他们就创出了这个活动，所以
我认为那个是很大的价值，就是不管，因为我高中毕业差不多，我那一班有200个学生，然后197都跑到瑞典啊、欧洲啊、美国啊、澳洲什么去上大学，剩下的三位，一个现在是台湾其中蛮有名的一个演员，所以我不常看到他，另外一个去接他爸的工作，他就去桃园，所以我就一个人在台北，除了红房以外，我交的朋友都是公司有关啊或是什么。那他们也无聊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我认为是很大的影响，因为就是红房是一个，目前还是希望可以持续的创作那种感觉、那种环境。那红房当然成长了很多，但是那个时候是一个小空间，然后后面那个橘色的画画就是好像以前空间人家画出来的，它就是你不管左看右看，一定会碰到某一个人，然后接触，然后一定要对话，也没有什么选择，可以看你手机或者看另外一个方向。然后大家可能也会喝一两杯红酒啊，或是喝果汁，然后可能会比较有那个自信跟一起交流。所以对我来说，红房是一个很大的，就是很大的影响力。是，那你是年轻人，现在几岁？二十六。OK， 那你对于这些二十几岁的人，有些什么？什么共鸣或者一些分享？要我甚至因为我现在，所以我刚刚有跟你们大家分享，我那个时候没有上大学，那我现在正在完成我的那个undergraduate degree， 我现在在隔壁那个文化大学夜间部，那我现在感觉我比较老，然后去上学，我同学也都18到21岁，那个差异比较明显。那我可能对他们来说，我会说不要一直看手机，真的很累，拜托，因为你环境有那么多那么刺激的东西可以去体验。但是对你们都已经本人出现了，应该不是这种人。我说的这种人，可能是完全限制他们可以成长的机会。那你们都主动有过来，不管是不是父母逼你们来的，或是就是国手什么的，但是你们一样出现了。那我。对于你们，我可能会希望分享说，现在你要取得资讯，因为大家也有说到，你要找工作啊，可能不知道你要走什么方向，那你上网科技各种工具都可以取得很多资讯嘛。然后教育方面，你上课也很有价值，但是那两样工具没有办法提供的就是经验。那你需要好好体验，因为真的没有真正人是不怕失败的，没有什么人是不怕被拒绝的。然后说，我认为如果大家一起提醒彼此说，你一定会失败，你一定会被拒绝，你不要怕，因为每个人都怕，不管他们走来走去自信多么高，他们回家一定会其中一位会哭，然后会自己就是安慰自己，然后会找什么朋友。然后不同的方式，所以这个可能是我希望可以分享，就是一定要去实验，去试试看，然后去交流，然后当然你可以存钱旅游，这最好的方式，因为你一个人去，你会选哪一本书啊？这真的会反射成你自己的身份，你会更了解的时候，我认为去实验、去经验不同的事情，各个行业是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。我觉得在红房多少年，是8年吧？我们是2009，所以就快9年了。快9年了，那9年过程中，一些人来人往嘛，人来人，它是一个 movable feast，OK，它是人来人往。你在这9年中间，你从一个 teenager， 然后现在到26岁，你看到这么多的外国朋友，大部分是很多的外国朋友，都是 very artistic 的 ，yeah， 都是 artistic 的外国朋友。那你觉得他们？对台湾的看法，然后他们后来为什么离开台湾？那如果说他们有机会，会不会再回台湾？你在这旁边的观察，你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可以啊，因为我自己也会有一点挣扎，就是可能每一年，我自己也会，然后你也来熟悉，我常常就是来跟你分享，就是我可能每一年会感觉，我不要在台湾再工作，继续做什么红房啊，或做什么别的。然后我会考虑去哪个国家，我可以去哪，但是我可能没有足够的钱，或是没有什么工作机会，或是自己创造自己的限制。所以透过这种探索的过程，我也有跟这些艺术家就讨论过，然后甚至说很多外国人他们来参加红房，我们有一个平台来分享，
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最好的那一面。他们分享的诗，我们大家都非常 amazing， you know we go wild。然后有些是唱歌 ，Holly 也常常来分享唱歌，他算是本地人，所以没办法说什么外国来分享。但是就是大概这种意思，就不管是日本人或是印度人或澳洲人，他们都会来，然后分享一首诗、故事、舞蹈什么的。所以你看到他们那一面的时候，你会感觉你是在哪里训练的，在哪里学习的。他们就说：“没有，我就是，这是我热情的一方面。然后我在国外不常有机会来分享。”然后他们最后会跟我说的是，在台湾，不管是你自己要开公司，不同行业，或者是你要写诗，然后跟大家分享。像我们早点看到的那个音乐家，他是一个我 好朋友 Josh， 他就是一个从国外，然后决定我要去台湾，因为我学了中文那么久，我写中文的诗，我想跟大家分享，这个就是最适合的地方。然后就是你开自己的公司有关的话，我会说台湾是一个。你们真的这个 is a beautiful advantage， 我这个中文就不知道怎么说，但是你应该懂。就是你在台北要实验的话，你的安全，你会有比较多的安全感，是 safety net。因为最惨的事情是什么会发生？你没有一条马路，你没办法凌晨五点走下去。但是在别的国家，像印度，如果超过八点钟晚上，我一定要陪我妈走。去接或牵计程车或什么东西，你这边凌晨两点，你也可以喝一点，这样子走来走去，没人会管你，安全。对，安全。所以，然后你交通也到半夜，然后你就是人家就蛮友善的，所以你要实验，你要去试试看不同的东西。台湾是其中最好的一个平台，这是第一个。然后他们很多离开的原因的话，有许多，然后最大的通常是钱。你从美国来的话，你习惯的月薪跟台湾比较一定会几倍，但是他们在那边付的税就也增加几倍啊，然后要买自己的车，要开两三个小时，然后这限制很大。就是每次人家讲到别的国家，会想 the grass i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， 你知道吗？台湾 is actually really amazing， 所以我每次可能会离开台湾20天，我去印度。然后我回来我就开始哭，我真的想念台湾。但是我离开的时候，我却想啊，台湾已经那样了。所以你其实离开超越20天的话，你就会就是怎么讲，you'll realize that everything you have is here。You just have to go and kind of be more active， 你要比较主动的去接触。然后我认为很多比较聪明的外国人，他们就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就去主动的去找。那我们这些待在台湾整个人生的人，可能就会讲啊，哦，不是敷衍，但是啊，这我看过，要去华山，我不用再去了。什么 Startup Stadium 有新的公司啊，没关系，我在网络再看。他们可能有这种态度，但是有些是主动要去找的话，搜寻的话，那他 media marketing 那么有效，一定会找到嘛。所以我认为可能比较主动的人会来到台湾，然后他们。会就是主动的创出他们要的未来，这是可能来到台湾最好的，就是一个好处。我26岁，那你自己感觉到，如果在台湾的话，或者是在世界任何地方，你真的找到你自己的方向，或者对 Red Room 你有什么其他的期许， oh, yeah. 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所以我姐姐她是一个她是一个歌手，然后写音乐。然后他从12岁就有自己的很厚的几本书，都是写自己的诗，所以我跟他比较，我没有那么聪明。但是，然后我父母也常常提醒我，但是他就是他那么主动的分享，然后去探索他自己的想法，然后写下诗什么东西，他就交了很多朋友，然后创出红房的时候，邀请那么多人一起聚起来分享，他。办的那前面2场活动很成功，然后一开始是朱斌老师提供那个场地，然后我们彼此一起分享。第一场就130人出现，然后大部分的人也都28到50岁的这个范围，那我那个时候才17岁。那第三场我姐就说：“哎，我要回去澳洲了，因为她是在澳洲刚好大学毕业，她只是回来一年来看妈妈、看爸爸这样子。”她走的时候她就说：“好，那你要管理红房。”对，完全不想要做这个事情啊！但是就是逼我上台，然后我要当主持人。那主持人你在邀请人家说诗嘛，所以你没办法直接说好，下一位，慢来说诗。你一定要就是说哦，然后今天太阳
就是那么whatever， 你要形容一些比较温柔的东西，然后让大家比较安全的可以上台，然后分享他们要分享的事嘛。就说你看今天 Mark 穿的鞋子那么舒服，一定可以上台了，跟大家分享什么什么什么。所以我就压力很大，但是我过了六年，我就主持了快70场活动。那然后你也是用中英文一起主持，我现在感觉我有克服一些恐惧，不管是跟大家一起分享，或是在大人群，或者是自己更了解，我的想法。因为我们很多人就是有机会说话，就是一直说，一直说，一直说。但是那种很聪明的人，就是可能只说一两句。那我现在，就是吧吧吧。但是我就是，我认为有这种机会，我有办法缩短一些。你本来要讲的话，然后可能现在当然不是一个好的例子啦，但是有办法更专注在我自己的想法。然后透过红房，我也知道我是一个鼓手，所以我常常打木箱鼓啊、爵士鼓，我也会 beatbox。所以现在我可以搭配说诗的人，像我跟 Josh 就是常常这样子互动。那我这边也有一个乐团叫小 Case， 然后我们就是中英文的歌词去玩，所以透过红房，我有办法实验。然后参与不同的，就是不管是音乐、诗，或是活动，或是主持这样子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成长的过程，红房就是教我，我明明就是一个可以来分享不同东西的人。所以关于未来的方向，我知道我应该会，就是好好思考，然后希望可以在更多平台跟大家分享，然后也就是一直学习。像今年，很高兴被邀请来一起参与这个活动，然后。四月中我也被去欧洲学校去参与一个 TEDx 的演讲平台，所以我超紧张，但是一样可以去试试看。然后八月我们又被邀请去新加坡的 TEDx， 所以我完全没有准备好，但是我相信就是今年是我真的找到我的方向的一年，没有 so be good。 但我觉得你准备好了，对对对，大家可以看得到。一个从高中大学21岁的时候，就糊里糊涂的去做一件自己很怕的事，实际上在舞台上就会紧张，但是因为这样的原因，也让你感觉到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事。那你对我们这些年纪轻人，你有什么鼓励他们？除了说有 passion 做之外，有什么一句话跟他分享？可能会学你常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，就是多学英文。因为现在华语世界学英文是一个很大的目标，然后人家都会想，我很嫉妒西方的人或是西方国家，我要去澳洲，我要去德国。但是你要自己认出来，他们英国系的国家也都一直在就是不断的学中文，所以你世界这两个最有用的，然后优势也越来越大的语言，你已经会讲其中一个，那你会讲另外一个之后呢？应该就 pretty powerful。我会说就去学这个不同的语言，不管是英文或是法文、西班牙文，但是法文可能有点限制。西班牙文跟中文跟英文是最主要应该去学的语言，所以我会说，应该这样子，因为我们早点有说，因为有听过那个 brain drain， 就是我们虚怎么讲，人才流失，对， yeah， 就一直缺很多很人才的人就离开。但是现在台湾，我自己感觉嘛，我这边出生长大26年，现在台湾就是自立自强，然后越来越多在往他们在追，就是这边台湾创出的创意方面的东西在成长，然后就是没有跟我长大的时候那么严重的依靠外国的人才啊，或是企业，然后现在很需要很骄傲的东西，就是台湾产出来的一些公司跟一些方向，然后一些新产品啊，或是行动 movement， 或是主义，或是教育方式，是吗？这也蛮佩服的。所以大家应该记得，就是你在台湾，你已经会讲中文，然后可能台语你都可以讲，就算是比较本地的感觉。然后你可以学英文的话，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。所以说，欢迎大家来 Red Room。
真的，真的，当初我跟他姐姐还小的时候 ，Red Room 就印象嘛，就台湾需要一个双语的环境。我们学英文不是，考试，更不是一个 resume 里面拖一个考多少分，而是一个 living language， 是个活生生的可以生活的 conversation 的一个很美的一个语言。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多来 Red Room。Okay, check redroom.com.tw。我可以希望可以就是，我要强调说，大家你去国外学那么多东西，应该也可以跟朱斌老师学一下。他现在我面前去了国外学那么多，然后回来一直在持续的跟大家分享。然后他也特别强调要跟年轻人分享。然后我们英文有一句话就是，knowledge is power， only if shared。那我就刚刚我们写下来，就大概翻译一下，就知识只有在你分享的时候才有力量。那这个也是像早一点有人说 ，we have to go together， we have to grow together， 所以应该也可以跟你学很多。